现在衣服穿好，要准备出门今天要来我朋友新开的一个展览，然后它其实是 Instagram 美术馆，好像在国外已经蛮盛行，然后台湾目前应该是第一个有人做类似这样的东西。里面应该就是蛮多展区，然后有各式各样的装置，可以让就是进来的民众拍照，然后拍一些水照上传到 Instagram。怎么不讲话？没有，我在想，没有啦，因为这个蛮神秘的。你会这没有浓，对，没有那么浓，对对，我觉得这比较像苹果。
这些线是要干嘛？他说是结合台湾人的特性，对，然后你要绑在那上面。我也是拿紫色。对，陆鹏，最适合我的颜色。礼貌宝宝，礼貌王。是啊，啊，这怎么打开啊？他已经变成，怎么会变这样啦？代表你非常不礼貌。对你非常不礼貌。好了好了好。好，拜。我自己的画或祝福别人的画，都可以。就再帮他绑一个蝴蝶结。我们现在已经玩完了，然后讲一下玩之后的感想，好玩吗？好玩。好玩。最喜欢哪一个厂区？冰淇淋蛮好吃的，溜滑梯超快的。冰淇淋最好吃，冰淇淋超好吃。溜滑梯最喜欢那个。我最喜欢天灯。天灯 Gaggy Hip 到3月31日，大家有兴趣赶快来玩。耶、yeah. ！我们刚看完展览，然后现在要来看电影。然后肚子蛮饿的，你是不是一整天都还没有吃啊？对，我决定要来大显身手。不好意思不说吧，我决定要来下厨。然后今天要来煮什么？今天我要煮鸡汤，因为今天天气转凉了，所以来煮一碗鸡汤。然后刚刚在电影里面看到人家在吃意大利面，觉得好想吃意大利面哦，所以决定今天就来煮这两道。现在来介绍一下今天的食材，看起来没有。今天用的是有带骨的鸡腿，这是我在好市多买的。哎，那这个是什么？为什么要加绞肉啊？绞肉是点意大利面的啦。我以为纯煮。刚有先泡了一点香菇，干香菇用温水下去泡，等一下煮。为什么要用温水泡？没有为什么，就干的东西本来就是要把它泡开。好，洋葱很大一颗，我会分应该一半一半，一半给鸡汤，然后一半加一点到意大利面里面。然后一些那个这个叫什么春菊，不是茼蒿，茼蒿的 friend 的 family、oh. 春菊也是放在鸡汤里面。讲一下意大利面的食材，意大利面真的超级简单，这就是意大利面。但我买意大利面有一个原则，就是它一定要是意大利做的，因为好像真的不一样。然后听起来很像废话，但好像又不是啊。这个很多有不是意大利产区的、啊，然后要反正就是它的那个哦，看一下成分啊，成分就是最好就是只能是小麦粉跟矿泉水、嗯。今天用的酱，我有时候会自己炒酱，但是今天太干了。所以这个酱是之前就买的，然后这个是我在那个 Costco 吗？不是，这个我在卡乐迪买的。卡乐迪在统一板级楼下有，就是一个什么咖啡农场啊，然后里面很多日本杂货，我蛮爱去卡乐迪。这个是番茄罐头，因为有时候这个酱风味不够，我就会再加一点番茄罐头进去，让整体风味比较明显。来开始。下面吧现在来准备意大利面里面的绞肉，刚好冷冻库里面是苏康鸡的鸡腿绞肉。苏康鸡就是真空好的鸡，然后你直接泡水退冰，鸡肉也很干净，所以不用洗啊，或者是先煮啊，什么都不用。米酒，一点盐巴，然后可以来一点黑胡椒。可以再来一点白胡椒，会有不一样的味道。接着就是把它抓匀一下，
面要煮几分钟啊 ？OK， 这个时候请大家都一定要遵守包装上面说，它这个是说十一分钟啦，那因为我们等一下还会拌炒一下，所以我大概煮个九分半的时候可以来感觉一下。火滚的时候呢，就来给它加一点盐吧，一定要加哦，因为这样子面条才不会没什么味道。再来一点橄榄油。一边煮面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来炒料，先润一下锅。炒到像现在这样有一点半透明的时候，就可以加肉。耶、yeah, ，好，煮完了，现在要来品尝。面煮的时间蛮刚好的，你觉得可以再硬一点是吗？嗯，一到十分，6.5到7.5分，那给70分好了。谢谢你哦。今天整体给小洛厨房几分？整体哦。8分，因为今天的东西比较家常，所以对你来说比较吃亏。你就把自己当评审老师是不是？你吃完这个鸡肉还想沾酱油吗？还是想沾酱？你吃完这个鸡肉还想要沾酱油？我刚刚以为已经掉了。那如果下次要再来，你想要吃什么？下一道挑战令好了，要很难的吗？你可以先说说看，我也不一定会做。卤味啊，就是卤味，对啊，